2016五月八号星期天，现在在那个德国汉堡的海底隧道。然后这个是我在人生中搭过最大的电梯。以前这里的话是有车子，然后跟人，如果要到对岸的话，会搭这个电梯。那现在只有人通行。这个电梯大到可以满载130个人。卡皮奇的吗？等一下要搭车回家了，明天要开始上班了。